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的马来西亚人，什么恁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。今日是足特别的一天哦。什么日子？是我的台湾料理挑战第十集。第十集。十个。大概拢是百。无。你有成功过无？有啊，我估计比较成功的，好不？哎呦。后壁足水的，内底有麦芽糖的，层一层的，酥的皮哦。我煎嘛就成功了啊！我煎是因为金手指，结果咧无上新闻的。我说，我们回顾那个画面，美这美到爆哎！我这个绝对上新闻。自以为。所以今日第十集就有代表性的。要做啥？我坚持到今嘛，今嘛爱做的就是足复杂的料理，叫做。鱿鱼雷阿巴蒜头汤，直接念就好了、啊。你为什么要鱿鱼的雷阿巴蒜？鱿鱼雷阿巴蒜。你以前办桌就是弄来吃。系啊系啊系啊，所以这届我就是要来挑战做这道菜。哎，准备的有三个主角。嘿，鱿鱼咯，这个就是鱿鱼干。鱿鱼干。鱿鱼干。太简单啦。系啊，爱泡一暗吼。第二个主角是雷阿巴雷吧。哦。第三个主角是。蒜啊，中文蒜苗大蒜，你把它先准备。Let's go。嗯，我们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，我先准备这些炒一炒的料，有一些要炸煎什么的，那他可能帮我煮一下汤。对，这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。对，两个人会好一点，会快一点，不然今晚都煮不完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在？干嘛？干嘛？那你为什么现在辣掉？那我再拿一个。加了几啊？加就是把人的照卡。照去把人照卡咯。想弄啊，淘淘啊来用，淘淘啊来用，你还卖敢把人讲？淘淘现在在看食谱，我们现在来那个把猪肉烫一烫。哦，我的目标就是五 B 的，好了。看起来安怎表情？反正你们现在留言会被人骂。我已经失败就剪改了，已经惯习了。不要说什么、欸，不要侮辱台湾料理。不会，因为这是一个挑战。我已经侮辱过九次了，好，我可以挑战看卖，你卖存一个嘴，一个嘴是哪？水，你卖存一个嘴。我们不会用一个来形容一张嘴。一张嘴台语怎么说？一支嘴，一支哦。你卖存一。你们看过那个广告？查甫人吼，查甫人吼，卖跟他存一支嘴啦，卖跟他存一支嘴啦。哦，因为这个照卡不是我的，是别人的照卡，所以吼。主人等一下要回来，我要紧紧的做，无时间给你废话啦。料一下好啊，应该不有意外吧？要拍要快啊！拍什么？下鸟蛋哦，经典画面。我姿势是不是很奇怪？奇怪啊，看着不会煮东西啊，在那边傻。不要进来，进去。这时候好对啊，一个小时啊。好，炒完这个呢，我就会告一段落。没有告一段落，你要接着继续炒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先把加这个鱿鱼。鱿鱼。稍微哦。小心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小朋友在家里不要学哦，小的是不会做菜的。耶，做量子力料。蒜苗。怎么讲？加糖。哦，我怎么加糖？嗯，这个是秘密。那你就说我们加了一个祖传秘方。对。透明颗粒。大家进来啊，我师傅的压力。这个就只差。豆干下去就客家小炒了、啊哦。我也觉得哎、欸，有点大锅碗。对。哦，叫螃蟹导游。哟。加什么水？鱿鱼水。有泡过鱿鱼的鱿鱼皮的水。那个螺肉什么时候用？我开好了，会拿到倒进去。啊，整个倒进去啊。等下，不然汤师傅。刚刚没拍到，螺肉没拍到。好哩。因为差料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起码就够好。煮汤的师傅，哦，伊是。我要变黑暗料理了。哇！不用我还没好。OK 吼。OK 吼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比较淡。其实我阿伯加盐，已经足好啉的，我无加你糖，我。充满期待，充满什么？满充满期待，充满期待。
这么多、喔？喜欢焖鸡蛋。这么不咸就对了。汤这么大一锅哎、欸。我讲板豆哎。不要。你刚刚要几个点哎？拜托你不要。先几个？你摆什么？连十一只有第二个菜。那就要变成半桌料理挑战了，而不是台湾料理。就是半桌吃老虎。半桌料理挑战都不错哎、欸。本来那个主轴是台湾料理。分叉。然后就开始分叉。谢谢老板。没拜嘞。请两个台湾朋友来试看卖蘸水哥诶叶某啊，你有听过这道菜无？应该是台南的物件吧？不是哦，酒家菜。酒家菜，哎呦，你是做个酒家哦，我才知。哎，刚好，哎，刚好。内底足简单诶，因为叶菜诶名已经讲出来，内底有啥？其他拢是加料。哇。调味调个足咸的哦、喔，啊，因为爱配酒，跟酒加菜，酒加菜，嘿，对啊，爱有酒口口的味，安尼拄拄好，但是袂歹食，较咸一丝丝啊，淡薄咸，所以水已经蒸掉了。印象中它是蒜味比较重，这个版本是我觉得是有香菇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都是那个卤肉罐头的味道。你觉得这道菜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成功的，哦、oh!，Yes。好，我们现在关摄影机了，请问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你觉得还是可以 ？OK 的。那我们俩好吃的，来 give me five， 好吃。今天的台湾料理挑战，酒加菜又鱼嘞肉蒜，有够吃。我感觉足成功诶，反正大家拢有吃完，无人吐，应该是成功的啦。后届继续挑战，有诶无诶？后届十一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那是你想要看 Smalling 继续挑战落去？支持这个频道，赞、分享、订阅都别客气，甲吃下去。